大家好，我是高原。想必大家昨天已经收到我们的新的包装的凤阳饼，而我呢，我在我的家乡，我也刚刚才收到，也是第一次收到哦。然后我今天很开心，那我先带大家一起来开箱。首先呢，你有没有发觉到我们的包装和市面的包装有什么不同？那因为市面的包装呢，它会有一点亮亮的，而我们的包装呢，朴实典雅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坚持不用塑胶雾膜。那什么叫做塑胶雾膜呢？因为他们会在纸上面会涂一层塑胶，非常的不环保。而且呢，我们两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审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就不用再多浪费一个纸袋啦，对不对？这样方便送人又大方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打开。哇哦，里面有一张小小的卡片，哎，这个卡片的，哇，可以对应到我们的封面呢。你看看，有山有水，哇，它像一个风景画一样。然后你注意看月亮的倒影，下面有一颗凤梨，哎，你看凤梨的下面还有几行字。那我来把这个几行字念给大家。献上100%纯净的祝福。您知道吗？每一天，世界上有8亿人挨饿，2亿只牲口因荤食而被宰。诚心送上纯天然的凤阳饼，用行动爱天地、爱万物，祈愿人人健康、平安、智慧、福德。哇，真棒！好，你看这张卡片的背面，哇哦，背面呢有一张我的照片，还有两边有 QR code。那这个 QR code 呢是可以听到，点进去的话可以听到我唱的凤阳饼的歌曲。那另外一个呢是方便加入LINE群组，也方便可以订购。那除了里面的凤阳饼，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它一定要用塑胶袋去保护它。那其他的呢，包括底座，还有中间这一块呢，我们是零塑胶的、那我们是不是环保的很彻底呢？我们开箱就到这里了。那下次呢，我来泡一壶好茶，和大家一起品尝这个美味的凤阳饼。拜拜。叫响一叫响又响又响。